你看这咱都说这份上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哎呀，这都12点了，这个人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肚子疼。哎呀，我先上个厕所吧。哎，美女，你是刘哥哥介绍对象是吧？啊，是是是。哎，啊，那你坐就坐吧。哎，好。咋的了？哎呀，没事，没事是吧？那咱们直接步入正题，好不好？啊，行。这打雷了？哇！哎呦，你放屁了呀？这不是早上吃的红薯和豆子，这憋的不行，没忍住嘛，就放出来了。妈，你看这。这第一面见你，这话还没说三句半呢，你这哎呀，你这有点不文明呀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中午我也吃点红薯啥的。你刚才才说完，我现在你也放屁呀？哎呀，那你看你这。你不能这么说话呀，是吧？那吃饭放屁还人之常情呢。哎，对了，你要说起屁来，我还为屁写了一首歌呢。哎，给你唱给你听一听，好吧？哎，听好了。啊啊啊啊！吃饭放屁，人之常情。有屁你别独立，尽情释放舒爽呀。你看好不好听啊？呀。看不出来哈、啊，你还挺有文采的嘛，你唱的这个屁歌还挺好听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会唱屁歌，我还会做屁诗呢。屁诗啊？哎呦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！来来来，说来听听，来，我来和你分享分享。来，你听听我跟你说的这首屁诗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有屁不放，憋坏心脏。没屁应急，那是锻炼身体。屁就是一只大老虎，要放的时候我就要怒。哎呦我去、哎！看不出来呀、啊，这文采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吧？啊，和我有的一拼了。哎，你看这咱都说这份上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咱你都屁诗，我都屁歌了。你早生500年，咱俩都诗仙诗圣了。那啥，要不咱俩出去约谈一下下一步啥的。行，走吧。行，走。